大师兄，萧王已被你正法了吗？怀州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可有话要和我说？这狐狸是萧王同党，杀了他，把尸首带回去，我向掌门求情，定能让你重归师门。我不是。要说的，就这些吗？ 大师兄，此话何意？你勾结萧王，杀害义才文杰，作何辩解？是这狐狸跟你说的。文杰师弟的金刚锥早已通灵，当日知事全看在眼里，你尽数告知于我，无言以对了吗？大师兄，我错了。 我被萧王所迫，是你承认了。念在多年同门的份上，可否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？先下山，我回师门，把一切交代明白。好，我随你一起回去。 别说话，我错怪你了，我带你去疗伤。陆云川带着伤重的小玉，自此不知所踪。苍山弟子私下传言，企图陆云川受狐妖蛊惑，残杀同门。
堕入魔道，畏罪潜逃。他的故事偶有说书人讲起。然而，一位云游四方的道人却说，陆云川曾多次协助他斩妖除魔，乃正直善良之人。也锁上人，也锁。